行就难得有机会在一起，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出来旅游一下，管它是不是最后一趟旅行，最后的旅行，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。是是是，刚刚算那48000，我居然会住一个晚上20000多的房间，比这个。但是如果他觉得你很让他很感动，那是值得的。就不管未来怎样，但就是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太 man 了。嗨，我们来到新加坡了。这次只有我跟孙生，怎么可能？我们两个棒子来新加坡啊！对啊，浪漫吧？这一次是这个孙生特别为了女朋友订了金沙酒店。你敢信我花了好多钱？鸡加酒，这真的以孙生的个性，这样子代表这是他最爱的女人。感情就难得有机会在一起，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出来旅游一下，管它是不是最后一趟旅行，最后的旅行，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。是是是，到底多久没看到温迪？很久了，18，就拉拉木那天到现在啊。哇，那应该有2周。好啊。对啊，可是现在就觉得，哎呀，他说他累了嘛，我也，那我觉得啊，两个都是很棒的人嘛，这观念不合啊，你就觉得哎，那他是不是不要硬抓不放之类的？晚上。那他们两位已经很久没见了，我现在就不打扰他们，让他们独处一下。哇，这酸菜鱼汤很带劲啊！它这酸好入味。先不要煮这边啊，汤都没了。煮别的地方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喂到我身上啊！它一直喂东西喂到我身上。可是你真的拿海底捞可以。好，吃完第一餐海底捞，总共新币326，换算一个人1800。台北吃大概多少？不可能，台北一个人吃多少？最多这种吃很饱哦，800-900有了。没有人点和牛哎，我刚乘一乘，哇，快8000台币啊！这就是新加坡的威力啦，新加坡的威力送给你啦。好，赶快回家躲起来，餐餐2000起跳，我要哭了，花老哎，好贵啊！对啊，明天感觉会去买一点东西。对，5天至少换2万是很基本。对，一个人，我觉得一个人，好贵哦，基本。超帅的，竟然有黑色的 7， 酷！孙生还没睡醒，不要大力摇晃他，他是老人家，你大力摇晃他，对他骨头会散掉。他又到时候吃东西。对，彩色鱼尾狮。环球影城了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，生气。第一件事先吵架。对，拍照拍到吵架。对。对，这两个我就喜欢有一个是密卡登对我们开枪，啊，然后子弹飞过来，子弹慢动作。啊，那好棒哦，好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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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设施其实有一阵子了，但是因为疫情，来玩还是会觉得很新鲜。好看呐、啊，买东西啦，好看呐、啊。环球影城之旅玩完啦，现在我们要去赌场开赌，难得一定要，孙生不赌的，因为我跟温迪会开赌，他是那种输100块都不行的，100块他会很计较。你准备多少输？10000块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也差不多。21岁而已，9岁就可以进去了吗？很抱歉，21岁才可以进去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去完赌场了。就温迪手机算蛮好的，因为我们玩那个骰宝啊，压17亿赔60，再压到一次；玩那个轮盘压数字中2次，
超厉害，十赌九输啊，各位，这故事就是告诉你们，除非你月经来，不然你不准去赌场。温蒂是因为今天月经来第一天，而且多到要一直换卫生棉，所以男生不要去赌场，女生可以。我刚刚刷那48000，这是30000多吗？没有啊，他要加税金。赖一跳通知心很痛啊，所以我就说感性跟理性一直打架，所以我刚刚赖一通知我整个人是一直发抖，一直发抖，很不舒服。我刚刚在旁边说什么？深深的那个银行被抢劫，因为我不敢相信我居然会住一个晚上20000多的房间，也只有这一次。但是如果他觉得你很让他很感动，那是值得的。就不管未来怎样，但就是。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太 man 了，那我的钱是很难很难得到的。一个3100，一个是3800，好，基本上都非常的贵，所以我们选哪一个？两个人都是要7000起跳哦。没有任何一点点饱足感，一点小事怎么可能破坏未来的爱情？这件事是不对的。为什么难过呢？心是100%给你。好玩，漂亮，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就会想说要游几趟才回本，就会想要一直狂游泳。太漂亮了，那太美了，真的无边际的感觉。一定要亲眼看到哎，很像假的，而且因为这边的楼都太高了，看起来很像合成。哇，起个大早上来是对的。虽然花很多钱，钱呢是一个好的回忆，因为终于是来玩的，我终于不是出国拍摄的，是，我终于不是出国拍摄的，真的是用"终于"两个字，然后。啊，再来相机是好，没有啦，就没那么吃紧，不是工作。好啦，那这是5天4夜的 vlog 记录一下，难得真的出来玩。啊，这次是这个孙生很重要的旅程。啊，不知道之后会怎样，但没关系。对啊，回忆最重要。不知道之后会怎样，但是我觉得这趟我是觉得很开心的人呢。就是很少人会这样拍，说什么哦，最后一次旅程什么，很智障。也不一定不知道啦。对，就是天秤座也没办法，我天秤座最讨厌做抉择了。就是心里可能会大概有这样感觉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也会想拍，因为同时觉得自己很北蓝。不会北蓝啊，有时候。我那晚说拍分手里面，但是后来想想两个都不想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把话说死，也不知道。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不知道到底怎样啊？好，顺其自然。两个都是很棒的人啊，两个都是很相爱对方的人，但就是观念没有对啊。开心就好。打个问号啊，你就说。好，这趟旅程，打个问号。打个问号。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问号之旅。问号之旅。后面涂了一个问号。帮我上个大问号。对，孙生的头都是问号。我还是想不透他怎么会默默地走开呢。